去采访你。采访你吧。你对于你的到这边来吧，这里。采访一下你的搭档吧。我的搭档，对。我搭档其实，我介绍的搭档是我们北巴的。北巴的。对。是一个花。不是。你说我吗？还是？对你。我的搭档。嗯。我的搭档不是花。是花。对。你们北巴人。对。哦，可以透露一下吗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猜得到了吧。是。你长得。长很呆，王思颖不是，嗯，王若诗也不是啊，那还有谁？自己一会儿保留秘密啊，好吧，那我去探索一下，我要去弄一下这个，让他大笑三次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开始弄啊，好，什么儿子？刚刚已经拍过了。
潘西，去装潘西，潘西前辈任务还没完成。哦。Hello， 你的任务是不是还没有完成呀？在房间留言。在谁的？在你的那个推。心动对象。那你要不要现在做一下？还是说等一会儿？我担心他太受欢迎了，我有点想混淆一下视频，多取几个关注。啊！祝你成功。祝你成功。好的。什么了？玩儿棋，刚看过玩儿棋啦。小琴在拍照片。质疑我？烫死我！我的天哪！我们逃了，我曾难自拔，也许心事难，也许记忆心中。
一下。你心仪的对象有没有什么？一下，估计跟你认识吧，北吧。或许你们。小心手，小心手。13分钟，耶！让他出来。我们这个朋友来了，有点激动，紧张紧张。谢谢你。
成功了。你播多久了？还剩十一分钟。哎呦，这怎么有成绩？好烫啊！有干嘛？可以了，我人生圆满了。耶、yeah.。已经采访很多人了，下来吃饭了，再播十分钟就要吃饭了。你今天还没有收获，你呢？我也没有收获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油碟是不是重庆那个？油碟真的很好吃。你是哪里的呀？我是山西的，但是我也是油碟。哇，油碟好像就是不会太辣。嗯，对对对。找到信。也没有啦，其实我第一次搞的是一个花啦。啊，对，那你新年，那祝你成功。Hello， 你今天怎么样？今天一天顺利吗？成功，就是我刚刚听他已经找了他的心仪的对象，难受了，对不对？认识，对，确实认识也很好。拜拜。完成了。
可能要跟思义组，任务没完成，我写的小晴，然后我的任务是跟小晴撒娇，但是我不敢，不敢啊。黄思颖对，什么同情？小晴多帅。对，我俩应该就确定了吧。嗨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遮呀？前辈哈喽，采访一下你，一起吧，一起吧。好，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开心。找到心仪的对象了吗？找到了。你找的是不是水水？哦，对，我刚刚看水水找了另一个。你为什么写我呢？啊？其实我写的是你们在不在？小琴写的谁？我们现在不知道坐在哪桌。小心点。
新人王思义。好哦，你们吃晚饭了没？吃完了，那我可要吃了。晚上回去应该会播的。今天这个直播呢，咱们就是说赚到了，最大的就是这个。耶！哎，你们把那个。拜拜，我下播了。应该来不及做任务了，我要下播了，因为时间到了。来，我先帮女嘉宾开等一下。拜拜。198764321 0。拜拜。